谁让你来？我让你来了吗？是我让你来的吗？我不拍了，我要回上海。我真要回上海，我不拍了。程波，老妈，你跟老爸讲，让他帮我订好机票，我不拍了。有病啊！他，我不想理他。陈佩文对这个伙伴极度失望，吵着要回上海，而李宏毅根本不在乎，转身就走。啊，顶那个佛呀！西巴斯干啊！ 哎，推我了！我等那么久什么意思啊？正好路过烤肉店，他刚才在烤肉店，我给他烤了，信不信？我怎么那么久什么意思啊？问你，找死我他！我真要回上海，我不拍了。拍我操，不拍好啊我！我都不用跟这么一个傻逼他妈的待一个月。你想怎么样？把我晾路边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整了一个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挑战过的发型。过来很屌的外国脖来看着我，你想怎样？你想怎样？ 两个小伙伴一见面就闹翻了，之前的计划全部打乱，导演组只好带着陈佩文去宾馆暂时落脚。备受冷落的陈佩文一定要回上海，而不喜欢假小子的李宏毅也坚决罢拍，恋情还未开始，两个小伙伴就要散伙，导演组一筹莫展。